现在他们很快乐。之前有一个不丹人呢，他到美国，来到那个伦敦什么什么学院，学财经的。他如果留在那里，他可以坐领高薪，然后呢，非常的优渥。于是他选择回来不丹，他隔年，你说每个月200块美金的一个工资，骑着脚踏车，这样日过周日的。你们去那小设计别军的？反正他的快乐。我们这位导游呢，他是留学印度的钦奈，印度第四大城。